阿达拉，啊，阿你是咧看啥？无啦，别管啦。嗯，我是咧想讲吼，迄大咖的观众哦，是安怎看待咧台顶表演我？哦，哎，阿你家己安怎想？有呢。嗯，我突然间哦开悟呢。嗯，我想咱这人哦，无论你外红哦，迄观众哦，一定会看较深嘛。所以要替未来哦，好啊，拍算一下。你安尼讲有对，哦，正拄好，我都有准备一项物件来。啊？这你看麦，参考一下。哎呦，而且这卖出的广告单，我是要创啥？哦，这是金店面的，啊，这不是厝鸟。正经我去看这地点。袂歹哦，伊拄啊，你迄个小哥的店隔壁，吼，那这个所在，不管是要家己做，还是要做人，叫到很好。啊，你老介意，你就家己去买，家己去订就好啊。我是替你咧想呢。哦，这间是金店面哦，金家母一定会生金家人，一定家己赚钱。你看那老介意哦，紧去落订。我哪有需要什么金家母啦？这头家娘，你甲我消停哦，你就是我上好的金家母。阿达啦，啊，我是甲你讲正经的咧。哦，你要替你家的未来好好拍算一下咧。你用认真啊听我讲一下无？好，我认真听，啊，你倒头讲。阿达啦，啊，你这几年拢足红的，啊，赚袂少钱，啊，坦白讲啊，啊，你除了播。钱够唔欠起来？无啦，没关啦。哎，就知影，迄钱四卡吼，人是两卡啦。啊，我要甲留好条哦，结果我拢扣因选去呢。我唔是安尼讲啦，艺人就是爱趁红的时阵吼，紧趁钱，啊，甲钱欠落来。啊无吼，等无红的时阵，身躯边阁无钱，迄生活真正是凄惨落魄。所以阿达啦，你就爱会晓好天就接好来牛啊。知不？没关啦，啊！你这样给我关心吼，啊，搁替我未来安尼拍算哦。我若搁无听你的话哦，我都唔是人啊啦。嗯，好，安从明仔载开始，嗯，我把我所有的钱哦，拢交你还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我是给你建议呢，唔是叫你钱摕给我来还了，唔是交给我就好呢。你爱有想法，你一定要好好去计划。哦，我钱要欠起来，我要店面要做什么投资？拜托你，家己好好想一下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有想法啦。但我是要想啥啦？啊，如你替我想就好啊，我拢听你。闭关啦！哦，阿达啦讲的话，那是会听的哦，迄狗屎得食。拜托的，我是客家人老爸啊。啊，你一进门就甲我小看，你是啥物意思啊？啊，你即摆是怨妒我还是心酸我？阿达啦，我哪敢甲你小看呢？你这个嘴哦，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该出名呢。你嘴皮功夫哦，是南方二路拍通关的。我跟你打嘴过，哼，我们的主锤西罗哥。嗯，金波啦，这些啦。哦，你哦来到家都好啦。哎，你小个加一个吼，你迄个顺丰交通公司，加迄个房地产，你是安怎经营，安怎做投资的？闭关啦。要甲阿达拉讲这哦，好啦，就算讲要甲讲啦，伊敢会听？就算讲伊要听，伊敢会相信？就算讲伊要相信，伊敢会去做？啊，免讲免讲，卖来无采人的时间啦。金花啦，啊你安尼就无意思安尼。啊，只要是美官讲的哦，我拢会听，我嘛会相信。你看相信啊？啊，迄 DM 啊，迄是美官哦，替我后半世人哦所做的理财甲规划啦。闭关啦，参像阿达这款罗汉卡无母无教的人哦，伊无了解咱有囝有家庭人的压力啦。阿是安那，啊，阿罗汉卡是安那，犯法了，阿是家你家己的。阿达啦，这么多年来吼，你就是孤单老人一个，生活无压力，才唔知要通欠钱啦。你若参像我吼，生了一个开支未出，敢那无底深坑查某囝。嗯、我都唔相信你有才就参求龙珠，这你也无要无跟逍遥自在。金花啦，恁家家吼出息了，你做早囝，
哦，迄真正是福气呢！你安尼个小命命，你敢知伊偌幸福呢？金花啦，啊，讲到这哦，我来替客家讲两句话。啊，你是安怎做人的老爸啊？真正大细心。啊，你甲家家哦，当作敢若宝贝啦，啊，甲家伙呢，当作敢若奴才呢。人美国伊嘛生后生啊，你看，咱是嘛甲因后生哦小命命呢，啊，平平拢是后生，谁人来差这啊？啊？啊！你唔捌啦，你家己无生后生哦，唔知影阮这做爸母人嘅辛苦啦。美国，你讲对无？哦，其实吼，拢少啦。啊，等下达达有一天做人爸母嘅时阵，自然伊就会了解啊。哎呦，金发啦，美国啦，哇！恁两个人呐，联合起来欺负我这个无母无狗嘅罗汉卡哦。啊？你若是不好吼，卡手就较紧。嗯，赶紧结束你罗汉卡嘅日子。找一个心爱查某人，尽快结婚。啊！要你家婆啦，你把你家己管得好就好，莫管我对我家来啦。骗笑的，骗笑的。你无想要我管，我嘛无想要管。管你。恁两个吼，啊几岁啊？见面就伫遐弯伫遐打。就过。嗯啦。啊！别管啦。嗯。我出差一段日子吼，啊！你台湾头行啊，台湾尾，我上界怀念的，就是恁世界西餐厅的料理。我今仔是要来吃饭的呢。哦，你想要吃啥？嗯，当然嘛是恁世界西餐厅上界出名的牛排。啊，很有什么问题？我来交代一下。感谢。美观啦。嗯。你就无需要对伊遐尔好啦。哪啦？二个张阿官刚餐厅啊，官刚食剩的饭哦，替我好过就好啊。你那是较妖秀的你。你也跟你讲心情，莫计较。我知啦，你放心啦。十几年好朋友哦，迄交情无这么简单就拍歹啦。对啦。啊，今日吼有一个咱三个好朋友要来咱西餐厅。哎，谁？光明啦，伊要带因朋友来甲咱捧场呢。啊，我来给甲迄个庄婆小交代一下，吼，吩咐伊做好料。哦，好好好。但是这出啥会啦？阿达啦，你真正是上赞的男配角。啥？唔知影，咩啥有袂讲诶？啥物男配角？但我是心好男人呢。为着我迄个心爱吼，痴情得单好，对他爱爱爱。好啊，说。明明的爱甲要死，啊，唔敢讲出嘴，算啥物心好男人呐、啊？查甫人较勇敢的啦，你永远唔开嘴，美观啊永远都唔知道你的心意啦。嗯，卖讲我啦，讲你就好啊啦。啊，你真不应该呢。你是回来台北，你无找恁家伙去吃饭，你颠倒来找阮两个吃饭。啊，好事是找你啦。我咧讲啦，我来找恁两个吼，是代表我对咱三人的感情非常的重视，这叫做联络感情啊，你知影？哦，想想安尼十多年啊咧，真正足无简单咧。我希望咱三人的交情会当咧鼓鼓荡荡，一直继续落去。对啦，你讲的无唔对啦。咱哦，真正叫时间拢了甲老去啊。哎呀，当初是咱三人识识即款情形哦，敢若是才昨下发生的安尼。小林妈子嘞，我送你来病院啊！哎，拜托姐，哎，叫人来找病院。哎，拜托，叫人送去病院去好不好？我无，拜托姐啦。我无用。哎妈，你赶紧找病院去好不好？我无时间嘞，拍死。哎，温家大，拜托姐，找来病院去好不好啦？你昏倒啊？不，慢嘞啦。不，你呼吸我拜托姐啦，温家大。在我那边陪一姐，我就拜托姐啦。闭关啦，我有带兵哥，我要照顾你个宠物呀，你是不能出大事呢。闭关啦，你有听无啦？哦，那这样子欧耶呐。
你乌蝇长长棍，未输甲乌蝇差米棍哟。火烧啊！哎呦，安内火烧。哎，文江团，文江，文江，拜托姐，惊死人，惊死人，这目标过好做，你别惊死哦。哎，你是不是没玩笑啦？文江，是的啦，妈，你怎么来便宜好不？无论偌侪钱，我都给你啦，一分多啊！来来来，谢你谢你谢你，多谢！哎，来来来，谢你谢你哟！哦哦，打打棒打打棒，哦来哦来哦，哦我谢你谢你谢你，你叫来叫来，我来开一边我来开一边，嘿，谢你，来来拜托姐拜托姐，哎，看看帅姐看看帅姐，好来，来我贴起，哦来来来，阿经理来，经理们请来。哦，拜托拜托，闭关了，小弟们子。神姐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啦。哎，迄个产是阮某吼要生头一胎的时阵呐，哦，迄阵哦，离迄个预产期敢若剩一个月尔呢，胸口好巴肚疼啦，迄疼规个人是昏昏去呢。我迄阵的心情哦，都甲你即马徛伫急诊室外面共款，六神无主啦。哎呀，哦，阿虎哥知哦，迄阵啊有一个医生过来甲我讲，伊讲人就是因为有牵挂吼，才活落去意志力啦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医生，哎，我相信恁牵手绝对平安无代志啦吼。阮正大，多谢你啦，你安尼对一个西湖人这样关心着，我讲话甲安慰，你是好人，一定好报的啦。无啦，你免安尼讲啦。啊，人俗语唔是咧讲，相逢自是有缘啊，对不？哎，大家互相斗相共啦。啊，你温正大，歹势，一直甲你麻烦。啊，煞来吼，你也再紧去趁钱啊，紧招车啦，莫耽误你的时间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来招车啦吼。哎，神师啊，你身体一定要顾好呢，有体能吼，照顾别人啦吼。啊，无我来。钱也袂给伊呢，哎，阮遮大呀！哎，安怎？什么代志？我车钱也袂给你啦，我做哈。三百多啦。三百。歹势，我皮包煞袂记载啦。歹势哦，我绝对哦，唔是要甲你坐霸王车啦。我安尼啦，你甲联络方式甲我讲，我做你甲钱哦，亲自送去领导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叫老金发，我带你。小高爹。我来收，我来收。我迄台，别紧别紧，救人还要紧，你赶紧救，好，有闲再提来我就好啦，吼。